我当天进到他们家客厅，那狗就在他门前趴着，就堵着门不让进，都懵了，都不知道怎么回事。他是不舍得新娘出嫁是吧？啊，对，这狗很聪明的，我每次去跑，还没到门口呢，它就跑出来迎接了。啊哈，您家的狗狗是养了多长时间了？有六七年了吧。我家狗狗是平常很怕那种鞭炮，然后那天他们来的时候呢，在外面不是有放鞭炮吗？平时害怕的时候，他就会一听到那个炮就会去我们楼上，就是躲到屋里面啊。啊，那天他也不害怕了。我爸把他抱过去两次，然后最后一次直接把狗狗锁在屋里面了，他反正也不咬。就窝在门口那里不让他们进，太感动了，没想过啊，狗狗这么还门口啊。